灵见性，不必功德啊！逆令闻声，千二百功德，必令受想，不必功德，实令相迷，千二百功德，心令觉畅。不必功德，以灵地法，千二百功德。哦，这几天还是一直跟大家人讲啊，眼念必舍心意，咱的人生啊，离开这的根。无安尼的功能，咱的人生要安怎过日子呢？啊，有遮的根的功能啦，咱人生啊，到底伫咧做的是增加咱的烦恼、作业，或者是呢？利用这些金钱啊，这色来分析天下众生，以法会合来体会各的境界。那有阿弥呢？这些功能啊，都有功德，也那不是呢？干那用咱凡夫心呐、啊，用这个六根顶呐去接触，咱过着真平凡的日子，而且呢，在平凡中呐、啊，起心动念。所做一切，忘掉了家己，这种迷失自己啊，这生生世世都无法度呢回归真如本性。所以，干阿遮的根，咱也无好好用心，咱人生啊就会容易。对了，所以佛法唔通轻视，在咱平时生活中，任何一个动作，任何一个器官，任何一个筋的作用，所以咱来定定关心，定定会记哩，咱一个人的身躯。咱的色相、的形态、动作、感受，也咱的气象，这呢，伫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，这嘛无离开。咱遮的根啊，接触到点啊，入咱的内心的境界。表达出去呢，所做作的一切，这些名词，咱的感受，这拢伫这个内底，日常的生活，咱拢定定，每一个时间都有安尼的感触，也是这些感触来肃然做作，这。善恶业力，就是在这个内底的呐。请大家人用心去思考、去体会，才明俗，感染现生活的境界。那有用心呐，安尼呢，佛法。
就会近啦，就会当贴近佛法啦。遮个生活，咱拢无去用心，那安尼佛法还是离咱真远啊。所以爱请大家人用心啦，所以眼能见色，一只八百功德念定，会记得前面拢伫咧讲眼，虽然伊只是八百的功德，却也是予咱的心啦。心眼所看的境界，咱懂了周围的心意真多，所以呢，这个眼啊，在咱凡夫呢，叫做眼界，目睭看偌远去。啊，咱这个眼界伫偌远啦？所看的是啊，会当包容的呢，还是看袂入眼的呢？是会当接受呢，袂当接受呢？这你想是眼的功能呢，也毋是眼的功能。到底是眼的功能，还是心意的功能？是色的功能。亲像这，恁就会当去用心想啊。眼是肉团眼，这物件有啥物作用啊？目睭皮盖起来。什么都无看到，目睭皮顶开，那会看到。啊，明明目睭看起来都好好，啊，你那车的字看甲遐清楚，看甲遐尼远，看甲遐尼清，遐尼明啊！啊，我看呢，那会拢蒙蒙蒙呢？我怎麼什麼都看不見啊，同樣目睭，同樣呢，目睭皮張開，確實呢，咱的目睭裡底到底呢，是倒位出毛病啦？哦，伊出毛病，醫生來診斷啦。各种各类的毛病都有啊，有毛病，不管是这个明清的毛病叫做青光眼，这个明清的毛病啊叫做白内障，哦，这是黄斑部啦，哦，这是啊有够多啦，这吼真侪种，敢若目睭内底啦。各类各形啦，诶，病相都足多，所以伊目睭的作用，只是干呐，看伫咱的范围内底，看会到的，输入伫咱的意识内底哩，啊，伫意识内底呢，都爱看向来啦。到底什么是咱的习惯呢？习惯、习气，定阿讲，世间无什么幸好受啦，是习气啦。咱的境界习气，习气嘛叫做境界啦。个人的境界无同。表达出来的习气呢，都无同啦。境界无同，习气无同，那所做的代志决定也都无同。
这就是人伫甲眼有关系，因为伊看到物件是大家看到拢同款，但是照这个目睭看到，这内面的意识去分辨。啊，咱过去，咱就是干那伫这个范围，这种的无明作祟，因动咱累积着，这都是爱我爱，唔通去予别人占去，这应该是属于我所有，这人我啦。在你所见识的，你所看到，你所目到的，你已经培养到你那个贪念，贪为己有，这是我要爱，不是要给别人。啊，怎会别人把我占去呢？啊，就开始想要怎吃回来，不甘愿啊，受气啦。等等，哇！目睭呢，这种看到的物件，或者是呢境界的功能，就是安尼，甲咱有因呐。那要讲眼见识、境界，哦，明星一个真济哦。啊，有功德的呢，则是八百。都在我念的这些，拢是依法无作用，是凡夫啦所借用，借咱父母所生的肉眼，也难的。少年的时代，目睭真金，功能真好，随着年龄呢。啊，都一直衰退啦，或者是呢，什么因素，让咱呢目睭有生着毛病，各类各型的毛病都有，这拢是讲伫凡夫内底哩，是名副其实的血肉肉团眼。这呢是予咱用伫即世啦，安尼念定，伊无去做功德，他就是平时的境界，平时去做作、去作业，这叫做凡夫眼。一般的人的目睭的功能利用啦，咱真正眼。是咱的心眼，心眼那就有天眼，那有法眼，啊，搁有慧眼，搁有佛眼，这才是真正入心的心眼。心眼有深浅的分别。天眼，那就是意识较清楚一点，一旦了解世俗平常人的习气，一旦分析啊，这个人的习气就是安尼啦，卖计较啦。这种天眼啊，未受人甲人的看法啊有所障碍。天眼透视人的习气，看较看清楚啦，那唔通去受到各种类型。造成烦恼来染咱的心，
天眼呐，那慧眼呢，搁较超人。这人人啊，本具佛性，所有的一切道理啦，完全分析起来呢，到头来是空啦，这唔免去计较，什么是有的无的，有的无的呢？咱看清楚，原来分析开就是无。人甲人的中间，互相伫咧竞争，这个人甲我有缘，这个人我爱，所以我要取得甲伊共处同行，或者是呢，属于我基友，所以会惹成了人间呐、啊，人真多啦，悲欢哀乐，是要让咱悲呢，要让咱欢喜呢，要让咱痛苦呢？要让人快乐，这拢是伫一般凡夫的心眼。要那慧眼呢？哎呀，人嘛，人其实感情搁较好啦。到头来，自然发展，也嘛无去呀。啊，感情是好运呢。咱爱修行，修得安怎样呢？各有情，菩萨所言，言可畅心。入灵滚去，但是呢，度众生无众生可度，因为呢，众生啊，人人本具佛性。什么人度什么人，无众生何度啊？只是咱干呐，伫现在这个因缘会合，伊伫咧苦啊，什么代志解未开？咱有这个因缘，还是因缘呢？去入灵魂。需要的人解苦，啊，这些苦拢是因缘汇集，好在因缘啊破开啦，也什么都无，还是空啊！不管情啊、爱啊、人啊、事啊、物啊，讲讲一大堆啦。用智慧来分析啊，实在是什么都无。哎呀，无代志啦！大家人为着这项代志争执不休。有智慧的人会眼光来看，哦，安尼听来，这无什么的。分析来啊，无什么啦，这。无代志啦，这就有智慧。所以慧眼分析来呢，什么都无，所以叫做空。咱若以世间人来讲，慧眼就是安尼。那佛眼呢？佛眼更搁在较超越，唔是干那的人。文书，也不是干那这个境界范围了定，佛陀呢是一天地万物，不管是宇宙顶顶啦，真多呢，无法度去算计，所以佛经定定用尘沙无法度算计的世界。来分析，佛陀呢，
因为伊的心境已经是所包容的啦，是无法度算计迄种的世界。所以啊，咱来真清楚，你会当闻灵闻啊，这个声音，伊听的是虾米声呢？世间的杂音吗？不是，已经呢，将世间的杂音啦、过滤过，马上哦，伫这遮的代志的内底呢，听出伊的道理。真济杂音经过伊的耳闻啦，亲像呢，句句妙法，不管是。是讲恶的恶言恶语呀，或者是善言善法啦。经过伊的耳根一闻，那都是分析起来的至高妙法，这拢是成为佛法觉悟的法，用觉悟的法呢来。听闻世间音，是正中智慧。真的，就是你，不管伊的声音，伊未受到环境障碍，干那远甲近而已。但是呢，迄、那个远的声音，一当准呐。不管用科技来做咱听，或者是呢用人口相传来听，一当阵细细的一粒，放伫耳里，自然呐、啊，台语我唔捌，我听一粒细细粒放伫耳机，就会变作。英语变作各种各类啦，世间的几千种的语言，无同类的，经过了迄个翻译，小小的你，迄个翻译机，现在搁较厉害呢，就是伫电脑里。你写中文，伊自然甲你翻译。你是要翻译英文吗？或者是英文呢？要来听中文吗？不管是文字，或者是文字听声，这拢总呢，真听得到，拢总会当予咱了解一切。你今啊！比起眼睛来啦，伊清楚多了。那毕竟呢，伊的作用干那会喘气、会偏微啦。上大的功能是做咱的性命，一去不来，那就是命该休了吼。但是呢，予咱的身体会当。维持生命，一个人的身体，伊要去作用什么？生命长短呢？真有才情的人，会当做代志的人，可惜命短，也无法度去发挥功能。尤其是呢，心眼偏差的人，偏偏呢。生命真长，在人间造成任何啦，苦难、凄惨的足多。啊，迄、那个施作用人，遐个人偏偏呢，哇，真健康，喘气真顺畅。但是呢，无辜受灾殃，伊会呼吸啦。总是呢，伫环境顶顶啦，
就安尼顺心啦。这吼无法度做足什么，一功能只是伫呼吸的中间哩。是，他会当试验者，但是呢，上重要，伊会当讲话。那会当宣扬佛法啦，去传法、说法，从听来的法啦，伊的感觉、心意感觉，再搁再延续，所以舌有千字别空调。那心呢，嘛是功过参半。同款啊，伊会当去救人，但是伊也会当害人，会杀人，会救人，这呢是心啊。那无法的心灵啊，往往呢做出了不利人群、损害人间真多的代志。也那是好好利用身躯、生命，它可以呢为人间做大福业，也会当呢度尽一切众生。这就是心，伊有障碍，有这种安尼的障碍，伊那是无有遐缺点啦。伊向前看，向左右了解，会当他做诶代志，实在嘛真多。只是呢，伊家己会障碍真多，伊呢会缺点真多，这就是心，身躯有缺点，所以才八百空点。那伊呢，能知法。因为伊无形无体，只要呢，干你的舌归纳来的功能，伊的分析，那它无有其他的形体，所以伊什么都无障碍，就是千字变空。目睭有目睭的形态，身躯有身躯的形态，耳有耳，鼻有鼻。但是呢，伊什么都无，但是他可以说法，可以听法，可以起心意劝人听法，等等啦，伊啦是会当成就。一切，不过意啦，那是用凡夫意，也是同款，做业真大，这就是咱人啊，好好应用啦，应用的好来，那就是慢慢啦，体会，去掉无明，回归真如，真的。都无困难呐、啊，咱这些六根呐、啊，既然有遐尼强大的功能，伊会做遐尼大的烦恼，真多对人类呢有障碍的烦恼，这呢拢是造作无明来。也以后无法度，这理文化改变人生的看法，那学说法也会当翻转别人的观念，那伊呢收纳啦、收藏着，这呢真多世间种种啦六根顶来。的信息，他可以去分析真多，可以把所有的善恶拢总回收回来，
成为伊的专实心地，甲完全的烦恼无明，完全拢扫地掉去，成为咱这真如晶莹透铁啊的真如，这就是义，这就是法，这就是妙法妙义的法吼。这就是人生啊，不可限量的功能吼的量能，所以以真多功德造成的功德，都是这个意念足重要的吼。所以咱未用的不是，这些经典拢是在咱的生活中，大家人呢爱真细心、真细心啦、啊、去了解吼。正面的文就讲，下至无比地界啦，上至幽顶，这呢，拢会当分析吼，伫世间的一切，不只是平面的世间一切，它还可以呢，透彻下至无比地界，上至幽顶，从下面看透彻到地界，从上面看看到呢幽顶天，这拢有形的，所以会当看，会当分析这些代志出来。所以吼，那眼啊，这个眼呢，干了自己眼睛，那会当去了解真多代志，也见其中一切众生，在看到其中啦，咱形形色色的众生，人类的众生啦，动物类的众生，那细小的众生，真细真微的众生，都看到。会记得伫台北啊，咱的眼科呢，好起来伫咧分享的时。伊分享一个目睭，干那伫迄个目睭门的迄个人，扭起来，看到迄个所在，真多的生命，的生命体啦，哇！显微镜做个甲放大起来，每一只啦，都有八只脚，有脚，有头，有身躯，最后。不是我们肉眼看得到，那是照中现在的仪器。但是呢，世间也未发明，佛陀已经看到了，看到世间呢，的各种形类啦，其中一切众生，那也是众生呢，真多啊。所以讲起来，这个角性啊，一切归纳的角性呢，不只是看到在形形色色、细微的生命体啦，搁在呢极业因缘，在众生微细到个粗相，这么大的生物，看得到以外呢？连因的业力，佛陀呢都会当了解。咱是安怎会当来做人？做人的体态是安尼，是毋是算上大？无，也阁有恐龙哦。在古早人讲的恐龙啊，真大。啊，也阁有哦，也阁有象哦，大象呢？是咱的人的几倍大，象啦、马啦、牛啦，因的体态阁比咱较大。这种
形各类的生物，拢总有伊各形生物呢的业因缘，拢总有啦。细小小到什么程度，其实经典也有一只目屎，伊的故事，它也是有伊的因缘呐。总共一句啦，这都是佛陀伊用伊的佛眼来看世间呐，实在是透彻啦，会当看出了形态的物件，佮会当看出了业力的因缘，所以果报相处，哈、啊！你因为做安尼因呐，做安尼的缘呐，将来你的果报在多位啦，唔只是看现在，佮看未来啦。所以这隆重会当清楚吼，这些正面的文。那现在呢，记文啦、啊，因为正面的文惊咱未清楚，接来个记文。那时世尊欲重选出二字说偈言，若以大众中啦，以无所畏心说是。《法华经》，逆天机功德，哇！一段文呐、啊，因为释迦牟尼佛认为呢，这是真重要。虽然呐、啊，前面咱解说这么真多啦，短短的文，会当用这济工来讲。我们还阁感觉讲哦，也未亲啦。啊，虽然也感觉也未亲呢，真正还阁有真多爱讲，这讲未完。但是佛陀的智慧啦，长行文的安尼讲了，来，阁甲恁叮咛，前面讲这的话呢，阁再重说一遍，较底清楚。让您知道，所以呢，每一段经典呐、啊，都有再来一次简单记文，让您容易记着，啊，容易传诵，这是佛陀的智慧吼。所以啊，每一段重要，要提醒咱爱的记哩，所以。讲逆时世尊欲重选出于二说偈言呐，是若以大众中，这是偈文吼。若以大众中啦，以无所畏心，说是《法华经》，逆天机功德，恁爱好好听。那有人啦，在大众中以无所畏心，说是《法华经》。逆天机功德，咱还会记得无？法师功德品开头，就是一直呢，要甲咱讲听法，咱听法呢，从法师啦，伊的读诵、书写、解说等等。希望咱人爱好好去尊重，尊重安怎读、安怎想、安怎写、安怎解说，
是安怎修行过来？希望大家人爱真用心珍惜法师功德品的头前，看看大家人听经这种随喜功德，家己修持，看人听，看人去伫咧听经，咱嘛真欢喜。啊，看伊听经了后有心得，啊，咱嘛真欢喜。等等啦，从一品搁连贯伫面头前，迄一品，这咱爱连贯起来，咱拢爱会记哩。第一，大众中啦，不管是随喜功德、看听法的功德等等，或者是第二传到五十人，搁回倒转来，还是呢法无偏差，这的人拢总是大众中包含这的人在内，这的人就是无所畏心，就是勇猛精进的人啦。一品一品吼，那修良品啦，安尼直直开始入本门，直直落来。虽然这经拢是要安怎讲到会当入咱的本性，爱真耐心，啊，就是这么有耐心啦。无有想什么环境的障碍，他还是呢克服种种困难来听经、来闻法、来了解法，这呢叫做无畏心，唔惊大自然的风雨，唔惊人的障碍。前面有一回，我听到从香港来的菩萨，伊讲哦，先生要障碍伊去听法，用的方法就是人出来客厅，困伫沙发里，予伊唔敢开门出去，安尼伊嘛有法度，嘛有法度安尼出去啦，这就是无所畏心，安尼听啦，到后来呢，先生也比多啦，好、哦、太太那会这么坚定的心啦，后来跟踪啦，我也听到，人大家人那会拢遐尼静伫咧听，啊，我伫外口听看卖，哎，嘛袂歹咧，所以吼、哦，过来都袂该阻挡啦。未主动呢，甚至搁较后壁看太太伫咧教呀，教甲伊唔免讲太太，太太呢真顺先生的意，甚至坐伫先生的椅的头前，先生想袂到，迄当阵呢，先生会甲伊讲：啊，你时间唔是够啊，啊你安尼啊未出门去哦。啊，未要去听经哦，先生甲伊提醒咯，来甲我分享啦。我讲安尼因缘到啊，即马过来呢，你都拜托先生陪你去。时间呐未赴啊啦，先生啊，你甲我载。伊讲吼对吼、哦，我即马都爱拜托伊甲我载，啊载呢，哎呐甲我等呢。啊！伊做伊转去，我爱听要安怎？我讲吼，甲你等咧吼，一直到甲你拜托伊，到甲唔免拜托，伊会甲你讲吼，来我载你来去。啊那安尼你就讲啊，你先等我者，听几句啊啦，啊要转去才转去啦。那用安尼应该是可以哦，相信呢。起码应该是伫咧用安尼的方式啊啦，这都是度人，无所谓，有耐心。
夫妻中间唔度呢，啊要度啥人啦？这就是咱的现在的人，无所谓心啦，这只系用心啦。那《少时法华经》，这安尼呢听到有法度同我讲，咱不管啥物环境，克服来听，听到呢心开意解。心性解相，吼！啊，咱嘛家己呢，会当讲予人听，那、啊、那是阿弥啦，你听其功德，你就好好来听。这个人呢，先克服，然后呢接受，接受了后呢精进，精进了后呢会说，能说，这个人。迄、那个过程的功德啦，是偌大，你爱用心听。所以讲啊，若何有人以大众中，令伊无所畏心，为众演说此经啦，念经提听，说其功德啊。这过落去就是爱要讲遐个功。定吼，那当然啦，咱爱起码都爱好好想。二说既然这段呢，咱开始都爱来想，发出功德品的精品，精品的精品，再精品，一直连贯落来呢。你分门啦，咱凡夫要甲分呢，的本性。安怎来接触凡夫心啊？烦恼重重，要安怎呢？到达了清净无染，这咱都爱教法啦。不断清水往前呢，直直清洗过去，发譬如水，所以请大家啦，发水呢。开始在心里如涌泉，安尼呢，涌出了咱的法水，将咱过去的烦恼一层一层洗掉。这就是爱回忆啦，咱听过去的经内底迄个要最奥妙迄个法，安尼希望大家人爱时时。多用心啊！